潜死姿势，哎，好浓的酸醋味，好臭的狐狸精骚味哦！哇，你吗？你有哎、欸。我这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，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哦，没学会。好浓！哇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起来！起来什么姿势？哎！阿姨，这个人好凶哦。我好怕哦！我现在是他的保镖，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危险，慢慢走开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抢我工作啊？他就是眼前的敌人啊！喂喂喂，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把我当细菌啊？我们现在是某些人狙击的对象，所以就算细菌，麻烦也走开。哦哦哦！嗯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哎呦，我说那什么味道啊？好浓的酸醋味哦！啊？啊？哦？哦，不是酸醋味，是一股骚味，好臭的狐狸精骚味哦！哎，你怎么骂人啊你？哎哎，我没有指名道姓了，谁应声谁就心虚哦。真男人，嘴巴有个贱，没水准。我水准是看人给的。哎，手给我拿开！好好好。你才不要碰他！阿姨，你看他，阿姨，哎哎哎哎，走，你放开，放开，你给我放开！你这种狐狸精，哎，放开我！你不要插手，我的老板，我地板，你看这个胖子，哎，狐狸精，你吃了什么？哎，这个什么？你离那个 Andy 远一点啊！他看你眼神，我看就是很奇怪。是我朋友。朋友。对，朋友还是有分很多种啊，唱卡拉 OK 的朋友，运动的朋友，还有激烈运动的朋友，你说看你们是哪一种？问这要干嘛？没干嘛，我了解一下不行啊。他不是有男朋友吗？你不想被人家以为你是小王吧？你只是普通朋友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更何况你这么有魅力，很容易被别人闲言闲语。还有你自己是黑道的，你到底想了解还是吃醋啊？都有。我没有吃醋，我干嘛要吃醋啊？我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是你说我是半个朋友的，半个朋友现在关心你啊！你走在路上被人家暗杀，哎，我可不教你前杀仇杀，现在还多一个情杀。想太多了吧？我想太多？那是你没有看新闻。很多人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因为感情纠纷就随便杀人，搞得我们警察很忙哎。尤其是那个 Andy， 开 pub 一脸狐狸样，我看他失踪，我可能很乱。离他远一点啦、啊！你不要以为黑道就不会出事，老大也一样。你开车，可乐，可乐配辣很爽吧？又口水。不管怎么练都软趴趴的，硬不起来。大家都笑我是白斩鸡耶。收，啊？哇，一毛，你有哎、欸，看不出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会是传说中的那种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类型吧？有机会，你自己检查看看呢、啊。真的，到时候不能因为害羞找理由推脱。我是怕你害羞。哦，又不是没看过男人脱衣服，怎么会害羞？以前读警大的时候，还看过光屁股的嘞。当刑警挺危险的，你怎么会选择做这一行？嗯，因为读警大不用学费啊，而且还有生活津贴。我奶奶养我很辛苦哎，投资我那么久，应该早点获利才能回本啊。只可惜在我大二那年他就走了，来不及获利就了结了。
你奶奶一定觉得自己亏到了。哎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，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话的人哎。那第一个是谁？阿飞啊。我奶奶走的时候，我哭得很伤心。阿飞突然跟我讲了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笑了。好了。活着，这顶高度摔不死人好吗？干嘛？你不会现在想要检查吧？哎，你先出去外面等我，大哥。哎，多久？等一下还有个刀，30分钟差不多。3分钟。我这……啊？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来。快出去啊！哦。你今天带他来真的是吓死我了！你们什么时候变那么好了？难道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情变成好朋友？你只剩28分钟。我告诉你哦，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哦，也许会很痛哦。在。还在为什么要有床啊？还脱衣服？该不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？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里是医院，又不是裸体。哎，想太多。哦，啊，很痛吗？哦，是不是我太用力了？小一点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我第一次我的力道跟位置没有抓好，没关系，再来。哦哦，不要运动，会痛会痛会痛。哦哦哦啊！哎，等等，太干了啦！我再多抹点油，你就会很舒服了。哎，油会不会倒太多了？这样比较滑啊。怎么样？有有有啊！哦，舒服啊！哇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我们在做排酸按摩，我刚学的，需要找一个人练习。哎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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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一个外科医生跟人家学这种排酸按摩啊？那你一个警察，每天一直跟着这个黑道，你是跟？跟什么意思啊？可以让我继续了吗？啊？走了？走了？也太气了吧！比你更气。那你想摸几下？啊？摸，怎么摸？